我们原山电池站呢，在我们在地服务成立已经八年了。那这八年来已经服务了135位长辈。那为什么会在今天在这个地方办我们的感恩茶会呢？就是其实原山一直以来呢，因为之前一些资源的不稳定，那其实一直在没有办法在地设站。那今天很开心，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有比较稳定的服务跟比较稳定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支持，让我们今天得以在这里重新设站，然后可以服务我们原山乡在地的长辈。那在此也非常感谢像我们的兴旺爱诊所啊，还是像我们的橘子咖啡啊，还有像我们的盛阳水厂，他们就是长期都有定期定额的一个支持，然后支持我们服务长辈。然后还有像我们的山体会馆，他像是每年都给我们一个就是很大的场地，让我们可以带很多长辈去那边吃饭唱歌。对，那还就是有很多的单位的一个帮忙跟支持，还有像很多庙，像大山丘那边，就是他们的支持，让我们得以在这边得以复站，那协助更多长辈的一个服务，那也期待更多人一起支持我们原山乡的服务哦。好，可以，欧盟，一共。